约百老汇的舞台剧即将在2023春节强势登台，要给台湾观众最不一样的走春行程。21日，主办单位跟惊喜公布了一系列的参演嘉宾名单，其中人员包括徐怀钰、鞠俊业、胡宇威。而为确保观赏品质，每场观众上限仅1200名，成为小巨蛋有史以来单场最低容纳人数的演出。而且这一次观众将全程站立观赏，没有固定的舞台和座位，表演者将出其不意的从四面八方出现。可能上一刻观众还看着头顶上方的巨大透明水幕，下一秒演员就急速突袭出现在你身旁，完全和观众一起放肆玩闹。每位观众都将会有机会和表演者近距离互动，消息一出也让粉丝们超期待。